第二个，我不太希望对方当着我的面吃螺蛳粉。二十一号。男嘉宾你好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那假设我们今天去挑战那个情侣约会，然后前面一对情侣他们就吃了螺蛳粉，你今天吃不吃？哎，好。哦，漂亮。然后觉得没有菜不行，点了一条臭鳜鱼，还有一个臭豆腐。然后呢，叫外卖，叫快递，又送来了一个榴莲。他们的一顿饭。你 debuff 都加满了，你是卡 bug， 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debuff 加卡 bug。二十四号。男嘉宾你好，你是介意对方在你身在你在你身上腌入味儿了都在你面前吃螺蛳粉，然后你会闻到那个味道，还是对方吃完螺蛳粉跟你约会，这个你也接受不了？这个倒没有，我只是不愿意在同一空间下他跟我吃螺蛳粉啊，但是我也不会去阻止你这个爱好啊。当然你吃完饭以后即便身上有味道我也可以接受，只是不能接受一块吃啊。好，谢谢。